以《风之谷》、CS Online 等线上游戏闻名的 Nexon， 去年公开的团队设计打宝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新作，正式定名为《第一继承者》（The First Descendant）， 并登上 Steam 平台。游戏以 Unreal Engine 5打造，画质相当精美，采用基本免费游玩的机制，人人都可以体验到高画质的刺激战场。我们在游戏中将化身为继承者，为了人类的生存，被赋予守护英格里斯大陆的任务。游戏中会出现充满机械感的侵略者，我们将能够操作战斗方式和技能截然不同的多种角色。影片中可以看到，除了射击之外，也会有魔法和近战类型的角色，而角色们似乎都有装机械手臂，可以使用钩爪在地图上自由移动，战斗时动作也会更加灵活，成为飞天遁地的移动火药库。游戏的线上合作模式支援四人游玩，可以彼此相约挑战 BOSS， 成功战胜还可以取走 BOSS 的各个部位来获得新装备。第一继承者 The First Descendant 目前已经可以在 Steam 平台申请测试资格，而且还支援中文，想尝鲜的玩家可以申请看看哦。